动。不是只有女人做，男人也可以做家事。老师，你怎么刷碗啊？真难！我玩颜料，结果把颜料都洒在裙子上了。好了！天哪！天哪！发生什么事了？这都是什么事儿啊？别担心，没问题的。有洗衣机，会变得很干净的。这是小豆子洗衣机。哦，进不去。哦，怎么回事？小呢？那我们去买衣服吧。好，那把衣服先晾在这里，是吧？晾几天的话，可以跟你一起去买衣服。嗯，知道了。欢迎光临，欢迎光临，有很多好看的衣服，快快挑挑看吧。衣服变脏了，所以来买衣服。连衣裙，但是没有公主连衣裙吗？公主连衣裙要哪种呢？很漂亮啊，是吧？是我的，宝蓝的，宝蓝的连衣裙。啊，要宝蓝的吗？我去仓库看一下，看一下。在这里，这里，这边很漂亮，连衣裙就这里就行。那我去那里穿了过来。哦，衣服有很多好看的。这里。帮你，帮你，帮你。啊！哥哥，多少钱呢？多少钱？我来看看，是3万块，三万块。1、2、3，谢谢，谢谢。漂亮的吗？来，最后，跳跳。
好玩的玩具，再见吧，再见，再见，再见。